帝梁朝伟与妻子刘嘉玲因合作出演舞台剧而结缘，两人爱情长跑近20年，并在2008年结婚。虽然个性完全不同的两人最初不被外界看好，但现在他们却甜蜜如初。现在个性低调梁朝伟日前迎来61岁生日，罕见与刘嘉玲公开放闪。刘嘉玲在社群平台晒出了与梁朝伟的合照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头发有些白的梁朝伟气色很不错，两人都穿着休闲，一同举着蛋糕合照。而梁朝伟也在另一张照片中做出嘟嘴动作，看起来十分调皮可爱。刘嘉玲也配文写道：“生日快乐，梁朝伟先生！”虽然只是简单祝福，却溢出了满满甜蜜感。贴文曝光后，引来大批粉丝留言祝福，大赞两人依旧十分幸福，真的是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啊！you